nobody fights. Why nobody fights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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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y nobody fights? Wh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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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body fights?创意挺好，我要炸开花。很久以前，天真马尾，荡着秋千，逆着风看着世界，迷恋也疯癫，但去冒险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舒淇队，我是队长彭楚月兼奶爸，奶爸，奶爸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我是队里的主唱，然后兼风气委员。你们队风气已经到要需要设立一个委员的程度了。齐哥，你对你们战队的表现挺满意的。哇，你满脸写着幸福哎，现在就十分的整齐，而且特别好。春春，活力全开，眼前一亮。你们已经表演完了，现在等待你们的是我们的投票。当然，这次跟之前不一样，我们有90后评审团。各位，你们先来吧。我觉得最后一个动作真的是又惊吓又惊喜，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特色发挥得特别好，真的彭楚月我从第一期看到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有个人风格，而且陈泽熙这种 pose 完全没法抵抗好吗？来熬一个老公，熬不动，我要上场才熬得动。看到你们刚才的表演，真的应验了那句话，
有其歌必有其地。哇，你们这一次的唱功让我真的是为你们尖叫，听得我汗毛都起来了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。最重要的是你们看上去像是一个男团了。那么注意了，龙总讲话了。我觉得是我看到的舒淇战队从第一集走到现在最热血、最团结、最奋进、最向上的一集。如果我要挑一点刺的话，泽西，你的掌门人胆子很大，居然给了你一句唱高音的部分，而且你在现场也竭尽所能的嘶吼了出来，够胆。但是以后我们还是要把唱功这件事情练好。除此我没有什么好说。 Why nobody fight 非常好。哇，这有史以来龙总点评最少批评的一次。龙总可以，第一次哦，龙总可以，恭喜你们了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对手吧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高音唱上去了，唱上去了，还凑合，绝对可以。